Solomo Library, perpustakaan sekolah metodis 2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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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我要去外婆的家，要带水果，希望外婆喜欢吃水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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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今天我们要去，拜拜。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再来见面，在威利二校所罗门图书馆。今天郑老师要讲故事，今天的故事是小红猫。好，听老师的故事呀。从前有个小姑娘，大家都叫她小红猫。有一天，妈妈叫她给外婆送蛋糕和葡萄酒。小红猫在森林里也见了大灰狼，他不知道大灰狼是大灰狼，就拔咬去外婆家的食，告诉了大灰狼。大灰狼哄骗小红帽，只在野花则其跑到小红帽的外婆家，把外婆家叫了大灰狼床成外婆的样子，躺在床上。当小红帽来看外婆时，狼有一口把小红帽吃掉了。大灰狼吃饱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而且喊声整天，被路过的猎人的见了。猎人用尖刀把狼的肚子剪开，救出了小红猫和外婆。小红猫赶紧搬来这块大石头，射在了大灰狼的肚子。大灰狼醒来后，因为肚子太重，刚站起来就跌倒在地，摔死了。在猎人的帮助下，小红猫和外婆终于安全到家了。小红猫想，我以后再也不肚子在森林里乱跑了。好，小朋友，今天的故事教导我们不要容易相信刚认识的人。好吧，小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先到这里。小朋友可以看这本书在所罗门威利二校图书馆，我们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，你们等我们下次的故事吧。好，小朋友，再见，拜拜。